嘿，小姐们好，这里是南悠悠。是的，没错，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特别高产呢？当然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嘛。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啊，这次是收到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，我刚刚买了40块钱的一套积木啊，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样子，对不对 ？Mega， 这就是 Mega Blocks， 他们家的渊源历史还是蛮久远的，他们家的大颗粒据说啊做的好像不比乐高的差，而且。现在这个牌子是属于美泰的，当然说美泰也不是什么良心到哪里去的企业就是了。以这个价位，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样子看起来，应该质量上要有所保证一些吧。如果看完这一款之后，我们时间还剩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来看下面的万代的食玩。盒子上面来源等等信息里面一定是会有代理商的信息的，并且还有它的原制造商信息。像不像我们小时候见的那种百变的那个片儿？还有为什么它叫雷射机器人，就是它这里是可以加电池然后射一道laser 出来的。那如果你还记得我上一期视频内容的话，里面其实有提到，就是有一个粉丝给我寄了两包那个乐高嘛，然后那个乐高出来拼出来那么大的小青龙，大概那个应该是30几一包吧。哦，我刚才naive了，才发现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拼插式堆砌式的。说明书是蛮厚的一本的，你一共只有50个件，说明书这么厚，我先把它折正常一点。那你折一道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把它折成这个样子？人类历史上最讨厌的发明之一就是这样子折说明书。这边应该介绍的是 Neo 系列的其他的人物，哇，还是蛮酷的。已选的页面现在暂时不能播放，好吧，也就是说说明书的前几页这个爆完的内容啊，爆完内容上面的零件是缺失的，是做不到的。发光，头部发光组件。我操！我他妈上来第一下就把他的头从脖子上拧下来了，这是真的断了吧？好吧，不怂。幸亏哥是家中常备，哥俩好粘胶的人。我是刚从青岛的下水道里面挖出来的，上面还裹着油纸包呢。把它涂抹到患处。完了，这个灯好像已经不亮了。别啊大哥，粘不住吗大哥？坚持住啊大哥，够不够啊大哥？ OK， let's move on。 我们还要找到这样一根本来就是弯的，然后把一个弯的插到另一个弯的里面去。好的，我现在对这个东西已经彻底失去耐心了，现在我先轻拍一下桌子。哎，那看到了吧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惊人的可动性啊，这个是它的膀子手，这个上面倒没什么问题，没什么问题，然后腿全向可动，它的膝盖，它的胯。在桌上看到的这些小的零件，就是我在把它们组装起来的时候关节处脱落下来的重要部件。还有一点，一开始我没有 AB 胶粘上的头和脖子，现在应该已经快一个小时过去了， AB 胶还是很强悍的，现在基本上感觉是比较牢固了。我操，我他妈手上又粘上 AB 胶了。你这里面根本就没有爆完的东西，你还在说明书里面煞有介事的写着开头画着爆完的东西，还让我找半天，欺骗消费者。昨天晚上实在是太晚了，没撑得住，困死了。我们今天继续啊。所以之前说这个美高实在是太垃圾了，起码这个系列肯定是这样子。然后这款的话应该是叫宇宙战队啊，它是一个迷你模型 X， 三盒是能组成一整只的。我去淘宝上搜了一圈，真的没有找到一对应的款式，所以这款可能还在淘宝上面比较稀有，所以我不太能确定它的价格。这里面看起来不像有糖果的样子啊。好吧，真的有个糖果。OK， 好了，现在花费时间是20分钟，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形态。它是一个灰鸟，像不像中国古代一种非常骇人听闻的刑罚呢？下肢这部分的可动性是有的，不过我可能不会非常频繁的去动它。而且宇宙战队的周边产品应该也不是非常非常多吧，我想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像这么可爱的小个子应该没有太多的选择。在你不折腾球头的时候可动性很好，比如说它这个头啊特别可爱，这个对吧，水牛战车，看歪头鲨。 Yeah, smart ass, call me cutie。
一个妙蛙种子，还有一只怀了孕的狼。对，没错，他们每个人身后都驮了一个羊球。那肩部的可动性本身它是一个球头，但是因为整个肩关节这块形状的原因，所以它并没有这方面的运动，只能这样子前后动一动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，就是你看着比较牢就 OK 了的，你可动性 OK， 你可动可动是吧？你可动你了不起，最后就剩这几个东西还连着。而且我之前就说过这个理论嘛，什么东西，哪怕是同款，你变小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精致，非常可爱。有的时候光大，尺寸大不一定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像它这样比较硬朗啊，那才是真的棒。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，你乐高爸爸还是你乐高爸爸，万代爸爸还是你万代爸爸。想天天捡漏，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最后还有这三颗糖，尝一下吧，好吧。我还没进嘴的时候，那个味道飘来，感觉就像刚打开了一瓶新鲜出炉的白乳胶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吃了，我在减肥，不能吃糖。下次我抽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把它一起加在里面送给你们，好吧 ？OK， 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嗯。See you.